哎，下次可以多发我的歌迷来，我歌迷更会喊。好，第二轮对战结束，两位队长，请你们进行点评，先从小猪开始。我觉得在一个很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一个 battle 的一个舞台上面，其实第一个要点就是要学会尊重对手。我觉得在你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有做好给你们表演的空间，但是你们却占了他们一个很大的空间，而阻碍他们没有办法做好他们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种表演的魅力，就我觉得这个蛮可惜的。我尊重你刚才说的东西，我觉得是对的，而且罗志祥老师也非常懂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二段是一段 freestyle 什么都有的 urban 的 routine， 然后呢我们这一段也有被挡到，这个是 battle 的一个拳击擂台，大家都是 dancer， 什么都可能发生，对吧？我没有感受到我刻意去压制他们，或者他们去刻意压制我们。我觉得我们的感受现在是 OK 的，现在是既有战斗的东西，然后又是 peace 的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battle， 现在的这个力量，现在的场合是刚刚好的。这是一个 battle 环节，然后难免会有这种情绪很高涨，然后会冲上来这种，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有意就是故意要去压你们地盘这种，我们也有设计动作是林梦冲上去打，然后队员给拉回来，也有这种环节，对吧？这样的行为观众不知道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分数，我也很担心，在那一刻我挺担心的。请两队回头面向将给你们投票的观众，千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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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100%的信心，谁也不错。刘曼龙，现在我们将进行第二轮的投票，三、二、黑子一，请投票。黑子，黑子哟。Yeah！ 现在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我是小问一下，热血沸腾啊！第二轮的比赛结果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。第二轮的票数是38票对71票，当中有两人弃票。获得71票的战队是内行的看门道，外行的看热闹嘛。那整齐度、细腻度、架构，我觉得都很清楚。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第二轮，因为我看对方的也不错，真的是气。对，然后相比下来的话，我们这边会比较没有那么气。获得71票的战队是。修楼梯战队，现在的场上比分是2-0。这个就是我预料中的成绩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想要拿三分。连续输掉两轮，心情会荡一点。但是得时刻鼓励着队员们。当第二轮又输了的时候，我感觉大家都疯了。如果这轮再输，我们就6个人要淘汰。好，两位队长30秒的时间讨论出战人员，倒计时开始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一定要封神。袋鼠彤彤，篮球。轻松跳，轻松跳，好好玩。一、二、三，一人装阵，三，射天，易烊千玺队长，请问你本轮有几人出战？我本轮出战队员是韩宇、亮亮和林宇。
罗志祥队长，我派出罗志祥里面的战队里的奶球、彤彤、袋鼠。易燃装置战队，修楼梯战队，第三轮对战开始。就是第一段 OK 了，拍子就是那一点点，对吧？然后是第二段呢？第二段也 OK 了，然后有一点小改动，一分钟就出完了。嗯，对 ，OK OK 啊。然后第三段，第三段呢？我们跳 locking 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动作，对吧？刚刚是说，我跟他们聊了一下，好像他们有挺多大招的。他问我们有没有大招，我说没有大招。我就实话实说，我说我们弄到早上七点钟，今天早上七点钟才算弄完吧。Hello， 好酷。Hello， 队长，一起坐来开个会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来了，刚好有一个问题啊，现在是想让你这边帮忙一起，有没有可能啊？第三段一起摇摆，最后我们三个人的一个段小 routine， 刚好大家一起抛衣服后面的人，然后有没有可能就是抛完衣服落完之后我们。就是咻再收个队形，然后刚好是他在中间。我觉得可以。我也觉得可以。对，然后看能不能在那衣服里面加点什么粉末啊什么的。粉末我们有了，一起摇摆。有哈，可以。我觉得没问题。你觉得呢？如果最后这个想法成立的话，我觉得还挺大的。对。那我先把你们舞都看一遍。好，你小动作做一做，看一眼。特别棒，比我想象中好特别多。因为导演组跟我说你们进度特别慢嘛，我就觉得特别担心。早上慢的太荒谬了。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然后我想，能不能如果我要上来的话，咱就在摇摆这首歌的开头我上，就我来跑个过场，一下摇摆，然后我再下去。OK， 这个好对吧？好，那就这个。三个都第一。好好 ，OK。等下，哎，我问我能换个鞋，然后来试一下。对。你问西西带没带别的鞋？可以，我问你。我跟易烊千玺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就是会忘掉他只有十七岁，然后他也是会去很冷静，会去思考很多东西。跟他讲一个队形，他会，然后我想一下，然后他就过来给我一些反馈，给我一些意见。所以我觉得他比就是同龄人里面真的是相对来说成熟很多。